江都的风云日头渐渐落山的时阵，心爱的伊的马多罗斯又讲要来找阮，不知何时阵才离开，想着心忧闷。酒吧的小姑娘今年十八，长青春，敢会不知阮有对抱着好情分？情的人怎样甲伊这亲像？心爱的彼个马多罗斯，因我来每日乱想，不知伊的嫌阮惦在港都小酒店，像伊是来帮阮去找别个小姑娘，甲在是有。会准的声叫我免担忧，爸的青灯光伴阮心肝跳袂离，心爱的彼个马多罗斯笑眯眯站在身边，不知今夜伊会对阮提起啥代志，两个人来干杯，趁你当地心欢喜，约束后日一定会来完成好情谊。